各位无国界国际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再次邀请到国际知名的名画家，张天宇，我称他为张大师。那么他今天要为我们介绍他两幅巨作，那么我们特地把他运过来，那么再来就是说在完全没有剧本的情况下来进行这个访问哈。那张大师，麻烦您看这两幅画，您是要先？我先讲这幅。您想 ？OK， 好好好。那张大师这幅画是大约什么时候画的？然后再来就是他是不是有名字？啊，他名字叫做《狂飘》啊，然后是今年所做的。飙车的飙。对。就是一个风在三个火这样子哈，另一个标题是与时俱增，就是说要与时间、现代时间跟空间啊，要增进我们的知识这样子。所以我是用书法的笔法来画《霸王别姬》，啊，霸王要自杀的时候，他的那个刀子啊，然后横的，然后再竖的，然后自杀，他别姬就去。要拉他那种感觉啊，用书法笔画来给画出来啊。那一般来都是画一个形象，但是我用书法的笔画一笔一笔给做出一个形象出来。我先给大家提醒一下，因为很多人年轻人真的不知道《霸王别姬》那么《霸王别姬》是在这个汉高祖的那个时代，也就是说汉朝前面这个时代是汉高祖。还没当汉高祖，叫刘邦跟项羽，他们两个最后就是说他们征战非常久，就是楚，这个就叫楚汉相争嘛，对，然后楚河汉界都是这个由来。那最后就是说项羽他就是死的时候跟虞姬，他虞美人，他是不是叫虞美人？是叫虞美人嘛，对对对，然后也称为虞姬，然后再见的时候就所以在国剧上面它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剧，叫做《霸王别姬》。电影是由张国荣来演嘛？那个张国荣是演姬嘛？啊，对，演那个虞美人。对，演别姬。对对对，然后他们这个，你说《霸王别姬》这个好像也是这个很久以前是张艺谋导演，不是，对不起，口误。是你记得叫什么吗？好像两个字的。非常不敬，但没有关系啊，这个不是重点哦。那么这个部分就是说，您说的刀是指这一部分吗？对，这个是霸王，哈，是别姬，然后刀是这个，然后他，然后要看脖子的时候要竖起来，再看他脖子这样子。哎，哦，可以再说一次吗？我表演给各位看，这样子自杀怎么样？各位不要去自杀哈，啊，真的啊，这样怎么样？这样子，而且小心，哎呦喂，对不对？他脚翘起来要这样子自杀，那别姬呢就抓着他，你就要自杀，对不对？霸王为什么会自杀？霸王那么优秀，他就是一个贵族，他一个手就可以把那个鼎给举起来，对吧？从小就立志，对吧？要做天下第一啊，必可取代也哈，啊。那但是他为什么会找乌江自杀呢？最主要就是他气量很小啊，他要把一个王。要给人家的时候，他把那个印啊磨成平的，都舍不得把这个印给别人啊。然后呢，猜忌每一个人啊，每一个人都他的名声都不能超过他，所以很多都离开他的优秀人都到刘邦里面去了。所以说，这个其实《霸王别姬》，我现在想起来叫陈凯歌，那很对陈凯歌很不敬，就是《霸王别姬》是陈凯歌当初做导演，然后请张国荣跟另外一位。也是很知名的，是一位大陆的男演员，他们两个来演《霸王别姬》。那么项羽他的个性就是非常的心胸狭窄，对。但是很多女人是比较喜欢项羽，认为说他爱美人，但是他的个性就是说他听说他也是个帅哥，对不 对？然后，但是他心胸狭窄，他曾经就是说独断到，就是说。不知道谁好像说了他一句话，就是说把那个人丢到鼎里面去给煮了嘛。我还是不在场。你不在场，对对，所以我不在场证据，我也不在场。但
但是项羽是也是有名的英雄啦。对，那是一个英雄。只是说到最后就是说，像烈士一样。嗯嗯。应该说就是万箭穿心就死了嘛。嗯。对不对？啊、哦。因为他没有旁边没有人人没有文人照顾他，一文比九武，一个文人抵九个武将。可是我听说他好像文笔也不好，他自己本身好像就是个可能浪漫的，他英文也不太好，英文不好，嗯，对，然后常有这种常会好像过于冲动，嗯，然后心胸狭窄，然后常常就是说太多的感觉，嗯，是不是有这个？对，所以我就是要提醒自己，就是说我们要时间跟空间啊都要放大放长，就是说要与时俱增啊，不停的要充实自己，度量要无穷大，所以把它放到太空啊，嗯啊，你不要为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土地舍不得给人家，上帝把那个整个太空有多大，对不对？你看每一个说明这个是比一个太阳星系还大。你怎么突然讲到什么土地啊？哎，因为舍不得给人家那个国王嘛，那个王位都舍不得给人家嘛。但是刘邦敢，刘邦说你什么做假王，做了一派你要做真王，对不对？嗯嗯。我看到这个东西哦，就是一个，他你看啊，他是你把它弄在宇宙里面的话，他就说，也许猜想这是。譬如假设这是北极星，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层次啊，各位要看清楚，就是可能可以给一个特写，哦，就是说它的每一个点哈，它都有里面都有不同的层次啊，有的有黄的啦，然后有红的，就是说它这个是算是一个一个现代艺术的一个做法，而且是有一点超写实，就是把譬如说很多元素都加在这个里面哈，然后。但是你刚刚在讲，你说是狂飙，对，然后第二个故事，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字什么？就是与时俱增。与时俱增。但我又想到一个，这感觉就是有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这种以中心对的那种感觉，然后所以他才会霸王别姬到要切自己。对，他要有忠诚嘛，他有忠言逆耳，但他没有旁边没有忠诚，因为他都嫉妒死了。啊，嫉妒别人的才能，但对手呢，那个刘邦嘛，他就全部收纳，哎，哦，啊，收纳就广纳英才，对对对，然后只要人才过来的时候，他穿着拖鞋，啊，跑出来，但是这个楚霸王他就喜欢坐在这个位置上，你过来拜我，嗯，啊，还要问一大堆的，有的没有的，你出生哪里啊？你读什么书啊？这样问的。啊，他很烦的。所以你在讲的就是说，刘邦这个显露他出来一个他的真性情。对，他吃狗肉。但是你说错人。嗯、说谁？为什么？这是曹操。曹操也是这样子啊。曹操跟刘邦都是这样。哎，对对对。都。但是刘邦吃狗肉，对，没错。哎。我只记得这是曹操的故事。那个毛主席是这样子，哎，老蒋不要老毛要。所以你现在是岳飞打张飞，打的飞。满天飞。满天飞，他在飞甲飞太空了。那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讲第二个故事。好，第二个故事。OK， 好。